继续来看是当年伫咧家己地检署服务的文书科科长刘廷锡，伊相当有艺术的天分，特别来拜师学画。原本的天分，搁再加上民俗之德，爱艺术、爱油画的动力，伊一当外来累积真侪百的一百号的画作含创作的油画，在今日是以油画展的之名称伫咧家己地检署的展示，其中有一百号的大创作是来捐出服务利他基金义卖，由法务部署长刘英乾的好朋友知影了后，以50万来买落来捐出服务利他的基金做公益。第一百位涂鸦涂鸦，听见闹天是由画展的主流，也为画展来开启序幕。我爸爸不知道那个鸦是什么，所以我给他画一画，写一写，就把它命名为涂鸦涂鸦。第三百位是金角鸡，闹天是自身的背影，身运出神入化，熟悉人拢会认同。他说这里吃，我就想到吼，《红楼梦》吼。在嘉义地检署来展出画展，检察长郭金妮以办喜事的心情来看待，参与的盛会的贵宾有艺术家、艺文人士、地方士绅，还有检调服务利他的团队，最无私心。服务利他团队董事长黄俊山、俄罗刘廷锡为服务利他推动小组重要的干部，个人艺术修养是实实在在在地所在下的经济。其中超过100号的大创作，捐出服务利他基金来义卖，由法务部署长罗英乾的好朋友知影，用50万来义卖。也是我们服务利他的建立者。那么有一个场合，那么因为田社啊非常有心，跟王老师研究的结果，希望他这一画能够透过义卖来作为服务利他的基金，我听了是非常感动，他听了也非常感动。那么他知道我们王董事长他在屏东的屏村，儿子都非常有成，可以说是一门俊杰。我们王董事长听到这个以后啊，没有第二句话，要多少？所以这一幅画，我们由长照照常举，我们王董事长以50万预购，然后通过我们服务利他基金。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，真的是善的力量的结合，透过个人道德的修为，透过这样善的力量的结合，慢慢由个人而社会，透过社会道德风气的提升，变成国家的道德，由国家的道德再扩而充之，变成天下的道德。所以说，一念之善，百年真情；一念之善，透过这样一个蝴蝶效应，由微小转为广大。创作啊，其实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那这当然作品呢比不上这么多的专业的艺术创作者，但是每一幅画呢都是我的精心创作，也是我的内心感受。那谢谢大家的肯定。那今天呢首次出展，就有董事长愿意认购我 这, 这,
造儿场景这一幅画，那以50万元认购，我真的非常感谢。那福利他奖这个奖项呢，其实是罗荣显罗师长现在在大力推行的。那很多嘉义地区的人，甚至全省的人，其实大都在支持这个奖项。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我本身也是当天是最微微有非常非常欢乐的节，在庆祝歌昂的心情之下，爱微微享受微微，更是当天是愿意在微中的美好心情。所以呢，大家都很惊讶，说哇，怎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够画出这么。